踩到呛死哎、欸！这样，等等等。我正在花莲的海洋公园，然后我要来挑战海盗船的后排。耶、yeah! 啊！我的头发是因为刚玩泼水节，所以就是有点那个，我也是，就是有点湿，为湿为湿。天哪，这些只有海盗功能。那感觉如何啊，林江？印象很湿，就是大家全身都湿。对，因为刚刚泼水节玩湿了。海盗船的部分，感谢各位陪我玩海盗船。你知道为什么我大家知道为什么我玩海盗船要开直播吗？因为如果我没有直播的话，我会觉得头很晕。你要分心，对，我要分心，对对啊！大家叫我来一首海盗呛死，哎，你的海盗呛死是这样子吗？这样好像是最累的，对不对？对。